Coco， 我们来下一个动作哦。我们现在来做牛面式，然后我们从坐着开始，然后现在把你的右脚往内收，放在你的臀部旁边，然后把左脚也往上放在你的臀部的右侧。对，然后这边的话，膝盖一上一下，这样塌起来。好，手90度放在你的面前。可以把我们的手弯起来，然后把右手提起来多一点，对，然后手往内收，把右手放在你的左手上面，然后把手再弯起来，对，然后吸气的时候背部延伸，吐气的时候可以试着往前弯一点，再来多一点哦，吸气的时候腹部延伸，吐气的时候把你的手肘放在你的膝盖前面。对，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停留也是3到5个深呼吸，记得把你的臀部紧紧地坐在你的垫子上，不要提起你的臀部来。对，然后你会感觉到你背部的延伸，还有我们肩胛骨的延伸。好，停留之后我们就起来咯，吸气的时候把手拉起来，吐气的时候可以把手放开，记得两边都要做哦。